树叶啊要离去，爱人啊要分开，走了春天，阵阵风雨跟阮跟几暝，为何放袂开？心内拢是你，敢讲我的感情，我的心拢跟你去。无你风袂停，无你风袂停，若无你全世界拢冷冰冰。叫天袂，叫地袂，不管你离开。想要你的永远，永远陪在你身边。心爱的，我爱你。永远相随，无你风袂停，无你风袂停，若无你全世界拢冷冰冰。叫天袂，叫地袂，不管你离开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根据我的推测，伊回去了后，一定马上开始安排洗钱的代志。报仇，至少这一两天袂有动作。这段时间，咱都要好好把握，上准时机该逮捕。剑妹，小东安尼讲可以无？王道川的步数真多，抓会到抓袂到是一个问题，办会到办袂到。又搁是另外一个问题，照小东的意思去做，有一点仔机会，咱就要把握。所以张健的意思是，这摆你要拼运气。拼是一定爱拼啦，无拼哪会知影运气徛在倒一边？阿基，从明仔载开始，对付王道川的阿烈，我伫咧咱的心上。你派人24小时去甲王道川、许博威订好掉，几个重要的地点，嘛有人订的。随时跟我汇报。了解。明仔载恁放人，阮着接手，恁家己注意安全。阮知。这件代志一定要赶紧收煞，这局一定要赢。阿妈，妈，我伫公司哦，遐尼认真做工课着，到底啥物代志啦？有咩人叫转来？你先坐下，再讲。当初我只是心肝软，拜托你甲放你煞，莫去甲你惦记。我是希望讲，以后你会当对你家改变你的态度。想袂到，你不但唔知通感恩，佮因为阿妈将你副总经理的位置换掉，你安尼扣分，然后恁爸佮恁万哥啊，用这个高权来压阿妈。你敢知影？阿妈心肝内偌切心？无啦，阿妈。那这哦，拢是阮爸甲小姑姑的意思啦，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呢。这条你袂当算为我遮来。莫搁点仔推卸责任嘛，个性一点仔都无改。不管你是大囝还是大孙，这摆哦，我袂当搁听信你啊。阿妈希望你会当去自首。阿妈，你可以自首，那是对啊，唔对啦。我是要教你，什么叫做是非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，去自首。勇敢面对你所犯的错误，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。阿妈，我若去自首，有可能让判刑的。安尼意思，你唔着叫我直接行去让关好啊？卡顺来，真实是安尼，嘛只好接受。我无可能接受啦，阿妈，这代志若传出去哦，是会破坏咱老家的名声呢。我本来无想要讲的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哦。你真正哪食了哪糊涂啊啦！糊涂！我这世人上过糊涂哟，就想过听信恁爸囝。这摆，你一定要去自首。我不爱去啦，啊，代志都已经超好势啊，你今麦是咧回安怎的啦？你若不去自首啊，我就去甲你检举。阿妈，你要检举我？我呢？你金孙呢？金孙是安怎？我才不相信啦，你心肝无遐重啦。
我讲会到做会到。无可能啊，阿妈，你莫甲我骗，我三十几岁啦，无遐尼好骗啦。我顶多还甲你讲一句，你规日将老家的代志哦，拢交代我甲阮爸来处理。后摆哦，你莫阁插嘴，莫阁过问啦。阿妈，又安怎无？阿妈无代志。阿妈今摆加真进步啊！较早大军人安尼甲我讲，我已经气到血压升悬。要毋过，我今摆真平静，你免烦恼。伊德，你有看啊？大军一点啊都无改变。阿妈有代志要交代你去做。阿妈，做你讲。大军就虽然做代志，都有头无尾，个头只袂晓七嘴。假使永丰个菜园仔农药才是去喷个，伊个物件一定是还阁漏掉嘞。我去个房间找无，你去个办公室找看卖啊，找看有迄个农药啊。阿妈，你若是真正要减去大军，伊着爱食瓜丝，嘛可能爱做假。死到上艰苦个人就是你，我看是歹啦。免讲讲遐济，你去找就对了。遐尔嘛，你来要伫遮啦？无啦，我工课要做了，阿妈就甲我叫转去啊。我是来遮，甲工课完成。我嘛是。哎，唔对啊！啊，你个位就毋是坐咧遮，你出来遮怎啊？我是来找物件啦。哦。啊，对啦，伊德。有当时哦，阿妈讲个话哦。凊彩听听就好啊，莫伤认真，吼。阿妈讲的话，一向真有道理啊。道理是食会饱，料理才食会饱，凊彩讲讲。走太远，你放心，我是要来帮你走的。甲放开，你卖袂。你答应李小东第一个条件，卡叔讲你若敢乌白出卡手，我就找人来替你化风水。
这件代志不是大军做的，起码经过已经找到啊。我若是搁无死心，我就甲伊共款无良心，想要到这才甲这个会啊，都爱顾老家最后的良心，想到啥物仔正反弹，啊，起码望这要讲啥才好，对的。 这三代志，先莫有其他的人知影，你甲敲电话王警官，你讲我要检举大军，叫伊来找调查，来找伊做笔录。阿妈，你敢要搁考虑一下？你若是真正要检举大军，无一定要亲自出面，我会当甲证据摕给警官替你做笔录。这是我对应方。 对小东，该有善平台之见，起码我只有代替的亲，才对得起你家，替得起老家的祖先。一领新娘衫，对我幸福甲美满，感谢天公伯啊！我爱你，无论天涯海。 永远相随。王叔，你叫我去吃你，那也无爱顺续给我带人去跟伊了解一下。身体就好挂。 要安怎处理？是要先修理些，还是要连本带理？先甲你个夫人去对公平仔叫过来。了解。你个，你甲桌顶遐物件，甲王警官解释一下。 这 USB 内底是刘大军同名甲潘永邦女士，是林浦农业的录音档。另外，这两张截图是平台员工调阅有机田附近的道路监视器，发现代志发现一只农工，大军嘛经过遐，手头不提着干那农业的物件。嗯，看起来是安尼无唔对。那是我伫大军办公室的座位边仔发现的。 尽管阁有大军的指纹，我相信只要经过鉴定，这就是上帝在的证据。嗯。我今日要求做笔录，主要是要对这农药负责任，就参详伊啰所讲的，桌顶这物件，拢是要检举刘大军的证据。放心啦，这物件我甲查到去。 我希望这件代志，愈早结束愈好。卡苏乃英的，我希望王警官也是张杰的，你会当对媒体的时阵讲一寡话来害你家，啊，友善平台一个清白。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，大家妈，你今日所做的，是大家所为的人，甲你尊敬的行为。过来，咱就正式开始做笔录。我来问，你来回答。 啥？爱我汇款哦！啊，而且是明仔载。对，200万美金尔尔。
对你来讲应该是无啥问题啦吼。是讲，哎，代志遐尼赶紧，啊，金额阁遐尼大，这吼歹处理呢。对啦，大军啊，哎，咱公司要付钱哦，国外，啊，咱都爱准备啥物资料嘛？哦，迄济啊，像迄进口计划单、原料进口报关表，非得哦，足侪里里落落表爱写就对啊，足费气个啦。哦，啊那安尼，唔着敢那亲像有咧强化哩共款。官司还袂开始拍，啊，都爱先准备一大堆的物件。对啊，用遐足费气的啦。万不要去予国税局的注意到哦，安尼伊因着一工到派人来公司查销哦。安尼咱就干那应付国税局遐的人就好啊，迄生意拢免做啊嘛。恁两个公司也袂唉，拢惦去。我话讲，公司遐大间，小可代志拢无法度处理啊。我不管你拄着啥物款的困难，想办法解决。明仔载若是无法度解决，后日免付我董事长。那呢？明仔载要约几点？哎呦，啊这地皮是要藏偌济啊？哎呦！恁是要点哪只麻烦啊？呢有影？阿妈，哎，小姐，你回来啊？是啊。哎呦，看到你阿妈足欢喜的。阿妈，你家己咧泡花草茶哦？哈，啊，就感觉嘴焦，是讲泡一下茶来啉。拢啥拢恁咧泡，我恁妈上个唔知要安怎泡茶，你要藏偌济也唔知。免烦恼，我来替你服务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来。林小姐啊，你回来就表示你气消啊，对无？唔是阿妈爱念啦，阿妈这个大军哦，阿你就知伊个个性哦，常常爱人伫边啊，一直加念，一直加念，伊才会知影。真细汉，你成过头啊！吼，星辰，星辰，现在你才回来啊？你敢知影？我头拄接到妈的电话哦，讲你回来，我着装哪杯水装回来啊？星辰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啥拢无讲哦，就安尼家己一人走去佚佗，你敢知影我偌想你？来来，阿姐，来，来。阿妈忝啊，我是讲我起来楼顶歇睏。阿妈麦啦，我是转来看恁的。阿妈知你有效，阿达你可能刚无转来啊。阿妈要好我开讲一下，看我这个找阿妈，吼，乖。啊，小蔡。哎呦，你甲看啦，迄一个面哦，安尼凹嘟嘟，你是毋过咧生气啊？拜托个啊，你原谅我好无？你莫阁生气啊啦！我真正足想你个哦，我想到我拢破病啊，你知影无？哪有可能？我白讲。正经个啦，迄规工哦，安尼头晕目眩，目睭蒙目睭雾，兼阁流目油啦，有当时啊哦，阁夹腹肚疼。阁想要甲我骗？正经的，我无骗你，我就抓啦。你看，这是医生开的药啊。你敢真正破病啊？千真万确，我无骗你。医生安怎讲？医生讲哦，这是病伤死啊。刘大军，你较正经的啦。无啦，医生讲哦，可能最近压力伤大啦。我讲正经的啦，我最近咧面付哦，迄是日也做，暝也做，我呢过来咧做工课，可能是安尼啦，工课也未有较大啦，啊而且倒来厝的哦，我阁看无水无理，所以半暝啊嘛定定失眠困袂去。你敢有照时间咧食药啊？有啊，想着我着食一个啊，一礼拜才好一包啦。哪有人安尼食药啊？
应该什么时阵吃，你就乖乖吃。若无身体若出问题，是你家己吃苦，知影无？川，我听你讲话哦，我就知影，伊心内搁咧关心我着无？安娜，只要有你的关心甲照顾，不管啥物款的病痛，我念咪就好起来啦。不过，你着留来照顾我哦，哈？新春，你莫搁离家出走啊啦！无你的日子哦，我真正过甲生不如死。你知影无？我刘大军对林新春的每一工，拢是错乱的感觉的。奶奶，你敢知影？我到底是安怎会生气？我是安怎离家出走？我知啊，一定是啊！我无法度让你感受到我温柔的心、体贴的爱、完完整整爱你的迄份感情啊！所以今天开始，我刘大军有爱妻四大守则：一皮二米暖，三爱求四拜托。后摆我若要带一项，我绝对做到够啦。啊无安尼啦，我换另外一个方式讲你听。后摆哦，你若要离家出走的时阵，你的行李袋啊，莫搁提行李啊，甲我下入去。后摆不管你去倒位，我就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安尼好无？你若是当好好做人，我啥物所在拢无想要去。自然就会留下来。哎呦，做人哦，原来就要紧。阿妈讲要抱孙。讲啥？收着，打是情，骂是爱，我阁烦恼你无甲我拍。安尼我行李搬去了，吼。嗯。我起来了。我爱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老师，你确定明仔载王道川会出现？那是当然的啊，啊若无200万瑞金，算起来是6000万的代票呢。这么大笔的金额，王道川一定会亲身处理。我通报这个消息，就是希望你会当事先安排好，等王道川提现金来的时阵，当场给抓起来。嗯，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。这王道川哦，卡不着了叫伊的卡手人，加一个钱来咧吓惊人，还佫赚遐尼侪乌心钱，像这款败类哦，人若抓到，一定啊叫法官给判死的。当时就大爱，你安怎讲哦？小弟也着安怎做。他去的更加高贵，我也要把他抓回来，控告家庭部。是说，有一个问题要跟你请教。什么问题？你说。这次，你是用新城贸易公司的名字洗钱。登记的负责人是林新城，你身份呢？我不对。如果扣到王道川，林新城这个负责人也要抓到。这你律师底应该是有对啊，这无要紧啦。新城哦，伊是干那小可虚职一点嘛尔，应该无啥物要紧。嘿，做过律师的讲话口舌就是无同款，这条上少爱七年起跳，算小可委屈。安尼长脚长手，嘛会使算轻松啊。哼，我看新城应该是唔知影做迄间公司的负责人啥物用意。当然嘛唔知影。当时最大个，迄人个查某囝呢？你用你后生个名，落去挂名，啊！你爸仔囝毋是靠讲话靠巧。我这个做大官个真难得，爱心不少，我斗三工一点嘛尔。啊，做人个心不若明理，小可牺牲一点嘛，这有啥关系？不是明仔日恁俩人做恁俩，时到，我会想办法交报出来。当时最大个。像你安尼打官做才有气，真正输人尊重。即马掠王大川上要紧，其他的就不讲。王大川急要洗钱，明仔载就是咱的机会。不过伊应该知影，有关单位会真注意民户，伊敢真正用民户洗钱，就算是搁较赶紧，伊敢会选择一个无安全的管道。讲到迄老王林啊，
真正踢到学一遍啦，搁再一摆证明，读册人袂信任，家己的新妇咧，聊落去做洗钱的人头，真正别人囡仔死袂了。迄科律师，甲阮迄科检察长，真正有拖。新春啊，做事，我对阮丈母甲新月无交代。咱大家拢知影新春无欢喜，伊的问题无大。另外，这条要紧。头家妈兼记刘大军，本来兼的明仔载要开记者会，甲你、甲你妈妈说好亲。但是即摆用着老风铃，这条若破落，老风铃透毒毙命，所以爱搁严谨。比较起来，我这条算小事，尽量我倒转。爸，新生来。爸。新生。来阿姐，好，我看七度回来吼，下午也无同款咯，气势愈来愈好。爸嘛同款，看起来精神袂歹。先生啊，你来当加甲斗三工，分摊一寡公司的代志吼，安尼我就会比较轻松。对啦，大军唔是讲公司有代志爱我倒来处理，是啥物代志？先生。这个文件哦，需要你签名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即马是新城公司的负责人，唔但有名，阁有权呐。这文件得你签过才有准时哦。啊，不过测完了进口的时间，唔是应该早就计划好啊？那临时定咧明仔载。而且这汇款甲报关，阁伫咧同一天，这定数是不是有问题？哦，这是因为哦，虽然咱马卡龙的产品还未上市。啊，不过哦，即摆已经轰动业界，大受欢迎啊！四界哦，拢想要落订单啦。前几工啊，佫接到一笔足大笔的订单，所以即摆需要追加原料啦。啊，你啊紧签签的，才有法度汇款啊。啊，若去耽误着，船期嘛会去拖着。正阳，人拢有弱点，你认为你的弱点是啥？是我身躯内面永远医不好的毒素。那是体质，不是弱点。你上大的弱点就是弱感情。你对我遐久啊，唔捌反背我。你认为李小龙上大的弱点是啥？是身边的女性，妈妈。小妹，甲看书。潘永芳、林新月，拢是真有个性的妇女人。若拄到无公平的代志，伊会反抗。若讲到林小佩，伊的优点甲缺点拢是同一个，就是想过善良。若拄到无公平的代志，伊会牺牲家己。心存不良，所以伊才是李小东上想要保护的人。伊是李小东的弱点，你应该知影我的手面。我遇到的人，我一定要让伊死。若要让伊死，我先让伊疼，让伊疼一摆，疼两摆，疼三摆，疼到伊家己拢不想要。我落去啊！我要送给李小东的听，就是李小佩的命。但我叫你动手，你就把李小佩做掉。我的讲话你若不理，了解。
勇哥，我本来想讲，食了便当就伫找你报道，想袂到你亲像阿彪安尼，咻一下就出现伫我面头前。像你这么了解我心内咧想啥，真正叫做好兄弟，好马子。你爱我的命，就靠阿三，这枪给我抓起来，唔通一枪了后，搁崩两三枪，我惊疼。勇哥，虽然你安尼对待我，但是我嘛是把你当作我的好兄弟、好马子。我想要走，家己爱保重。勇哥，你是爱我自我了断的意思？妈的啦，三八兄弟，我无迄个胆。我知影你甲李小佩的交情，这个枪是要让你来保护。我敢若听话办事，无兄弟，所以后盖拄到的时阵。一定要对我开枪。我那听起来，陈建有无歹意？若有歹意，特别来求我。伊应该想要让咱知影，王德川想要对小佩下手。伊阁讲，后摆见面的时阵，就爱对伊开枪。安尼听起来，伊嘛无想要伤害小佩。伊安尼是违背王德川的意思，是安怎伊摆对小佩动手？我捌听小佩讲过，伊第一摆拄到陈建勇的时阵，陈建勇唔知是虾米镜头发作啊，小佩有甲伊斗相共，所以伊应该想要利用小佩这人情。一个有人情的杀手，我有淡薄意外。小董，你看嘞，问题不是出在陈建勇，是王道川。明仔载，咱得爱甲聊起来。你是讲王道川明仔载就要洗钱，你想要连人带钱做一摆甲放起来？就是安尼，条件已经穿好。等久嘛，我等着啊。明仔载一定要让王道川知影，以后摆无落皮久。摸唔对，想要对小佩不利的人，就是王德川，把王德川抓起来，安尼陈建勇免烦恼啊，小佩都安全啊。对啦，三不五时吼，嘛要有好人出头，袂当常常有歹人吼插手。哎，啊奇怪嘞，我甲小张讲啊遐尼欢喜，你哪会有头甲面？你是烦恼啥？是毋是有啥物代志无妥当？代志收顺利，我电脑感觉有问题。老师，上次几块有风险的工课，我来就好。时间真变，我要亲身走银行，甲零钱汇出去。那无，咱的生意会放弃。了解。今日要麻烦你啊！原来这么赶紧汇款，是要替你洗钱？洗钱？汇款你要做生意啊，跟洗钱有啥关系？我是无可能替您做这种歹代志。是
行程啊，我汇一了钱，这么简单的代志，敢有需要讲到遐尼严重？对啦，我张刘已经讲好啊，你着小配合一下。刘大军，你叫你家己的牵手配合别人犯法，你哪会当这么过分？你若有困难，无想要配合嘛，不要紧，我会给你妈妈、你小妹送出国游览观光，互你找无人。我唔惊你，我即马就报警。无啦，星辰，你即马报警会害啦。是啦，星辰啊，你安尼意气用事，敢唔惊恁老母甲恁小妹出代志？我是真同情恁妈妈啦，有这种的亲家、囝婿，啊，我真为难的，我无想要伤害伊哦，但是嘛是要看你的表现，肯还是唔肯，一句话，卖勉强。好啦，星辰。好啦，开始运动。定头就表示同意啊！哈，来，来，卖搞定啦！黄道山，我即摆以洗钱防治法。甲伊逮捕。吴总领导。我被依洗钱防治法，甲您逮捕。亚人。喂。阮阿英惊阮的犯人，拢莫甲我领导。好歹你开枪啊！你是一个警察，妨碍办案、压枪威胁检察长，你敢知影你要关偌久？王警官，甲我查走。张海安，不准动我嫌犯。检察长，你到底想要从啥？抓人、办案。这是我的案件。我是你的顶司。你，还佮有这个案件，拢归我管，叫你的人提开。无可能，抓人。谁敢动我的嫌犯？恁要开枪。即摆是安怎？张检察官，你即摆是要违抗我的命令？把人押走。明明是我伫咧办案，是安怎你会雄雄出现伫现场，佮把我的嫌犯带走？我看毋是无拄好个，这是超过伊个。长个啊，敢毋免讲两句来批判者？我接到线报，主动去甲恁支援，安尼敢有啥问题？这是我伫咧负责案件，你是支援，即摆人抓着啊。麻烦你把人交给我，我要进行侦讯。是我抓到的人，当然要由我来侦讯。我才是主办这个案件的检察官。也不过我是你的主管，这个案件由我来接手，敢有什么不对？昨天小周已经查出来了，检调系统里面有高展跟王道川交界，在做贩毒集团的靠山，那个人，敢是你？你读法律，你竟然用法律去帮助违法的人？
你安尼做，比罪犯搁较狂哦。你若感觉我这个人有问题，应该主动去检举，唔是伫只对我大细声。你人若是无交出来，我马上去找处长，甲你检举。谁在你？为你这件代志，我嘛会向次长报告。专案小组办案的效率，还佮有工作态度，拢有真大的问题，应该及时改善。证据，我拢已经向次长看过啊。你和李小东处理专案小组的办公室，伊是同一犯，同一领是我签发的。恁甲同一犯有交界，这算啥？好，因为你事业做真大嘞，搁要兼做狗仔队哦。歹势，后摆若要去了，甲我去甲因斗嘞。徐博威。我袂接受你的威胁，你马上把所有的人交出来，那无，我后一个要抓的人就是你。咱讲正经的，你无坐牢，真无彩。官做到这么大，那入去内面哦，一定真侪人想这要跟你做朋友。秘书，麻烦你请法警把王道川传去侦讯室。王道川先生，你敢知影你是安怎被逮捕的？我完全不清楚。我感觉到你已经妨害到我的人权了。根据我所得到的资料，你有贩毒的嫌疑。我是一个正当的生意人。恁这种怀疑已经妨害到我的名声，这部分我会保留我的法律追诉权。今仔日下晡，你有赶一卡行李去银行，你是不是准备要去洗钱？这实在是你剑锋乌白的叫。我要出国做生意，顺续度假，诈行李这是真正常的。逮捕的时阵，你敢有甲警方对抗？无，我完全配合。好。今仔问到这条，哦，遐尼紧哦！原来检察长的工课遐尼轻松。既然你无犯法，咱就无需要伫遐浪费时间。你要注意哦，刘洪仁就是变阿囝。现在很清楚，已经被张海安利用去了。这对白阿囝不是你的人，竟然被张海安利用，这应该不是你的水准。这对白阿囝，无头壳，阁无胆识，应该是想要脱离我的控制，才被张海安利用。你把刘大军控制好，刘洪仁就会乖乖听话了。不是重要的角色。应该不需要我替你处理吧？那是跟张海安合作，就是敌人，是咱的敌人，都爱共齐对付，无分你我。较歹对付的是李小东，唔是简单的角色。你有啥意见？这敢不是你的专长？歹对付的人，你得想办法让伊消失啦，敢不是？今日上要紧的代志就是，啥物代志？紧放我出去！你甲王道川交予张检察官，无迄个必要。王道川，我已经亲身侦讯过啊。这是王道川的赔偿，你要家己拍开看麦。你甲川好势，咱随时有可能要出国啊。严哥伫离开进前。这宋伟祥还连本带利拢总偷偷的来，包括李小东也有得刘洪仁的命。
无啦，代志无你想的遐尼严重啦。我若看你叫用抓去关哦，无那我甘愿去死啦。刘大军，我已经对你死心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我是有重要代志要来找你讲。应该是要替刘芳玲平安求情的，对不？为了要补偿我的损失，这两个人我着小小卖你耀升国际51%的股权。请伊明仔载来地检署一撮接受侦讯。是谁去监视大军的？敢不是李晓东？不是李晓东，是我。我想要知影，刷来你打算安怎对付王德川？无论什么代志，我拢愿意搭上个。你卖害人就好，你卖让我厝内人看到，对我。就是上大的帮助。心情转过。